啊，开始了 ，shotgun shotgun， 哦 ，shotgun， say hello， say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， 肥要开车，告他，哇，啊，阿爸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会往上射啊？我看到你们都在上面。啊！往前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飞鸟！哦哦哦 ，yes！ 哇，好糟糕啊！这个声音超糟糕的，你这声音超糟糕的，天哪！我撞了三个，我只觉得撞人好爽。哦，因为悟星他今天可能是没办法及时下班了，所以。就我们也是早上才知道，我是早上才知道的、啊，所以我们就那个对，就最后确定的时间是没有办法之后，我就决定换这个游戏。再上去，我先开悠然的时候，是谁？大雷？安迪吗？干，肥鸟出现了！肥鸟出现了！鸟是肥鸟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听到？为什么出现了？为什么有扑的话，你就会出现肥鸟？所以肥鸟是派对用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我是不太想要玩咖啡包诶。哦、oh. ，被你们玩别的我就出现了，然后上个礼拜我是没有碰。哦、oh. 欸，你什么话都没讲，我们就把你列为失踪名单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这边，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那个上班的时候，顺便帮你打说，请问你看过这只肥鸟吗？谁没敲骰子？哦、oh, ，我自己。为什么敲到零啊？哇塞，零，武器库。他怎么？你的动画都调太快啊！这个就是修改器的那个、啊，它速度就是加倍啊！有，有点忘了，要开奖杯是40钥匙还是40吧？我想说，40钥匙，全部人都在同一边，只有你不同边。代表说他放弃这一次的奖杯，对、啊，我要放弃这一次，哇，这个我要放弃这一次，然后去瞄准更后期的东西。瞄准，还瞄准呢、欸？这个东西瞄准有个屁用啊！这只是被撞飞而已啊！瞄准做什么、啊？对啊，那个视角调，只是调视角而已吧。哦，你确实这么 ？Oh my god， 这什么东西？嗯、哎呦呀！我的啊！这个跳才够没有用啊！对啊，这个跳跃跟屁一样啊！到底这个上坡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连坦克都一起掉下来。在凑救护车使用的台词。啊！我第一次走到最上面了。你走到最上面了？对啊，他就只是看着我，只是一直看着他，一直喷东西过来而已啊。好在。哇，第一次哎、欸，碎啦！哇，终于第一次爬上去，看到了上面是什么鬼？这上面是什么鬼？就没有空的。那这样子的话。保险起见，一格，是啦。然后杰森只剩一个钥匙、欸，我才啊，我才发现，哎、欸，哇塞，你这个我不是垫底哎、欸，洛林才垫底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刚被那个刚、啊、被肥鸟偷袭，哇，我拿到魔冠光沙炮，天哪！什么？啊，又光速战机。要准备铺路了，圈地战机，圈地战机，你左边的太好了吧？位置很烂左边的太好了吧？不得要我夹在两个人中间啊！哇！哎，等等等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直接被关起来，哇塞！我是怎么玩？哇！我直接被关住了，完了！太猛了！我不用玩了。不是杰森的跟红豆的太像了，会以为很大一大块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像很大一块感觉。没有，杰森真的超大一块，他超大块的啊！他一开始在我这边踩啊，我还以为我面前那个会打。我是知道是尽量踩啊，问题是我要画圈呢、啊，我要先画圈呢、啊，只是画圈的那个方式不对而已啊。这才是光速战机，好吗？好难过。不行，我那个
那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光速战机的部分，我一定要先画自己的地盘，只是我没有画很死而已，我一定要画地盘。我开始就已经输了，我夹在直接两个人中间，你知道？干你啊嘞！有人自爆了。啊，反不走太近了，我走太近了，没关系。为什么重生在铁轨上面啊？啊，自己自爆！哎，绕太近了，绕太近了。比游戏还次。其实这个如果用手把，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可我用手把很难。可是你会比较丝滑吧？对，比较丝滑。其实也蛮难的，好不好？哇，没路了。哎，我这样撞到自己哦。啊啊、我跟洛琳两个人并行，哇！每个人都有东西，只有肥鸟没东西，也太好笑了吧！我都没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懂。12 seconds later， 不要不要不要，攻击、啊！你没有那个攻击我、哦，因为你有那个嘞，结果没有。在看我要用哪一个？没有，你用茄子、啊、哦，我有茄子啊！我先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嗯、你的范围只打到我而已，好吗？我打到起身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也打到洛琳。你打到洛琳？让我打到。讲这么讲这么多，然后结果还是嘟嘟嘟，然后就在面前，有够白痴。你这是几百人哎、欸？因为我可以拿到一点钥匙，但。啊，没有，现在不够。注意，飞鸟要赢了。不能让他赢啊！他刚接机有那个、啊，接机有加成的、啊，没办法。不能让他赢啊！那你要想办法、啊，用你的道具想想办法、啊。你们不用道具，通常也是在亏。快点，风魔有没有传送门？把飞鸟传送。我有传送门，别忘了。不要用我、哦，我觉得打肥鸟比较实在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我试试看。有打我两只了。也死。哦，直接穿在我身体里面，太恶心了。然后你也一起死了。啊、I'm back， 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回来前面的小心。你前面是谁啊？飞鸟火，飞鸟火箭来了。这有你吧？大概没有，你应该打不到我。好的，喂我啊，是因为啊、哦，对，啊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没差，反正结束了。还有另一个，没有，已经结束了，对，结束了，太快了吧？因为接机的关系啦。如果这样子哦，如果是避免这样子的话，可能要把机关掉。如果大家要的话，接机跟那个兔子都禁用。啊，接机跟那个跟核废料好了。应该是肥鸟吧，应该是肥鸟，应该是肥鸟，应该是肥料吧，不是肥鸟，是肥料，应该是肥料，应该是肥啦，应该是本。看看我有四个亿，不要！哦，不是我法杖我已经禁掉了，难怪都没有。啊、反正也没有这个东西，那我把这个东西留了。你先记得禁用兔子。不是我刚用兔子，不是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，一开始兔子就已经被禁用了。哦，那请记得不要禁用核废料。我想要请禁用核废料。嗯嗯嗯嗯。距离还是我还是很远，我可以滑一下。啊！吃空。怎么好像它的造型比我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？还是说因为起始点不一样？我是知道应该是有免运啊，今天我不是我重点不是免运，我的重点是商品价格，免运我免运券，漂亮，盖5000块了。哦，等下这个，你为什么要买5000块的东西啊？因为我要换大灯，我的车大灯真的
我刚刚踩那一下，直接白痴，所有人都不用过去了。回头啊！好爽哦！好好爽，好爽！哎呀，我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。他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报应的。改变，改变一下！哇，不用玩了，真的不用玩了。那个火箭，拜托。2000 years later。金金金金，哦，拜。哇，杰森，那个王涛在那开始唱起了。没有，我这是已经福尔高里的歌。记得，记得。啊，红豆，你要一边唱这个一边那个哦，你要一边唱这个。Go by, go in, go in。哦、好孤单哦，一人赛车哎。你玩的是多人游戏吗？对啊，玩的是多么孤单的人游戏，多么孤单的赛车游戏，在赛道上永远是第一名。呀西，是啦，不知道为什么开着这辆大黄蜂，我就突然就赢了。好啊，我直接卡在终点前面。那我们加点调味料，针筒喷下去，他这都没有。不然先吃我这个讨厌，真的是熟悉的画面。我哪次不被盗？盗啊，哪次不盗的？哪里有错？有啊有啊有啊！看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是大家有时候延迟是不是？喂。再说去保温了。哇，超友善的啦，真的超友善的啦！哦，我有。啊！我想说，我不要动。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最后的那个时候没办法动。我觉得我刚刚输的心甘情愿。我没有想过会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。我没有想过会看到这么精彩的。我发现我之前那个核废料遗留的那些残留物体液体都还在地面上。你想要去舔吗？那可是有酱汁哎、欸，拜托。干嘛？那干嘛？那桶叫李岩酱汁是不是？哎呦啊！哦，我换这个地方，别给我在，别给我再夹在那个右上角中间，拜托。完了，这个很尴尬。Thank you。啊，我躲在中间，可以不要叫吗？可以不要叫吗？你走开。哦，特评。哦，对不起，杰森。哎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完了，我被风破掉。哎呦，完了。是我。啊，哎呀，好像是水鸟。是我。好哇，没了，铁风破风到了，不要舔我。哇，飞鸟面积好大，因为它体积很大。Yes， 但是风破我，哎、欸，风破比我大、啊。Yes， 你是怎么绕到右边去的 ？Yes， 被倒一桶岩浆。Super，I choose you, Rabbit。啊、我以为他马上就是主，你知道吗？笑他！哇，我想到那一幕，冬天乐趣多，跟我来，就是哇，突然的超级笑点，哇哇哇塞！真的啊，疯要死，这还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而且重点是我死后还活着，还会留着，是怎么回事、啊？好痛苦！
超痛苦哎、欸！你要不要被倒到我看？只要给我拿到，你准备倒，我告诉你。哼！我看到那兔子在整理他的嘴巴。兔子帮我咬他，拜托。这个其实、欸、这个与其说是靠技术，不如说这个超靠运气。刚才卡住了一下，有个人断线了。没有了，那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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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跟刚刚那个东西补血是没有用的，他那个打一下直接扣三十滴，你补血只补十滴，有个屁用、哦！货真价实的没有用处啊！我看他风破那个披风，我还以为我真的挖到了。你以为是挖到钻石啊？其实是我的披风啦！我找到宝藏，我真的找到宝藏，是哟。嗨，颜色相近，干我毛蚁窝，他那个挖法，我跟你讲，蚁窝都不会这样子的，蚁窝都没我们乱。蚁对蚁窝都没有这样，没有。你应该说我们在这边一直找到五行，我都懒得挖，我们就找到那个五行。开礼物，开礼物是没用哈。开炉有用的话，那就不会有想要用礼物了。那你可以用 portal 把飞鸟传到他最爱的兔子旁边。啊，也是哈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提了这么好的东西啊？突然发现，哎、欸，你说的是对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飞鸟拿的钥匙越多，他等下喷就越夸张。哇，洛琳在首席耶！天哪，一格哦！哇，颁奖了，颁奖了，颁奖，颁奖！我应该还是被关在笼子里面吧？我最后我奖杯只有一个耶！哎、欸，还是我，因为你拿的是兔子啊，兔子那个的伤害很高啊。我也被咬过一次啊，在之前它造成的伤害太多了、啊。哇！直接吸掉我了。最后面那一坨真的太夸张了。我刚刚本来想要趁那个东西引的时候过去的，来不及。哇！哇！杰森也是获胜最多的。啊，看来垫底应该是我了。没鸟。没啦，是杰森啦，他拿了那么多奖杯。耶、yeah. ！看那个披风会一直穿模，那脚那边一直穿模。无所谓吧，有些游戏终究会穿模的，这个看着就很物质。这样的话，你看一堆游戏都很物质。对，你可以去跟 Ubisoft 去抗议啊，要去写信啊。那边的肥鸟太多了吧？你想形成什么 Hydra 吗？对斯哦。哦，我只是没有在揍你而已，你就一直揍我。哦，你好弱。哎呦。